我是万万没想到，一个画技极差的博主，居然口出狂言，号称什么都能画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一条好龙，一个把画画画出灵魂的博主，你说他画技好吧，他偏偏连眼睛都画不好，你说他画技差吧，他居然可以把武松打虎描述的惟妙惟肖，好家伙，我能买吗？我属老虎，我真的很需要这么弱智的东西。不过这时就有小黑子跳出来了，表示博主不就只能画画动物吗？怎么也敢说啥都能画。博主一看也是不以为然，第二天就立刻上传了这个让人震惊的作品。好家伙，这画风将太公怕了棺材板都压不住了吧。然而随着粉丝量的水涨船高，粉丝们也逐渐疯狂起来。你看这个画的这么可怕，这两天在家老做噩梦，吓死了。这个样子的，你画的生动一点。好戏开场了。